我今天已经上了一天的班，已经下班了，四点多钟下班，已经在那里崩溃了半天了，身体那种感染，别个电视那里报道的可怕不过了，蛮多，他们医生出来的估计大概有10万人，我们今天那里十几个医生，一天都看了100多个。已经不行了，把那位置不是，然后这政府的不是说在你们那里治吗？但是政府让我们开始治，根本什么物资都没有，他们想办治乱都办不了。我觉得后续完全不行，我们在那上一天班，整个人的心里都快崩溃了，都已经受不了了。他们在那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一点办法都没得。就看了一个好生生的人，叫他慢慢的都不行，所以你们在屋里一定要做好防护，千万不要跟他说相信政府，我觉得都全部都得要靠自己。